Action。穿蓝白衬衫、牛仔裤，手拿文件，充满浓浓学生书卷气息。他是羽球世界球后戴资颖。或是穿白色削肩短上衣，露出六块结实腹肌，搭配几何方格外套和短裙，超时尚。短靴让腿部更修长，顶着新发型、齐刘海、妹妹头、绑马尾，充满年轻活力。戴资颖担任高雄代言人，再推出新造型。穿背心、背运动背包、招牌马尾、戴头带，画上精致妆容，世界球后摇身一变成为百变天后。师傅希望强化高雄观光形象，小戴二话不说同意再次披挂上阵。早上七点呢就出门，一直到晚上，拍摄时间非常长，非常敬业，他都始终保持着笑容。最近也在 IG po 文，奖牌实在太多太困扰，甚至铜牌都弄丢了。未来要把包括冬奥银牌、雅加达亚运金牌、仁川亚运铜牌等奖牌全。全部展示在个人品牌商店，中秋连假果然吸引粉丝专程来朝圣。形象商店没开门，许多粉丝扑空，但没关系，跟着铁卷门卡通涂鸦玩自拍同样很开心，留作纪念。穿起来很漂亮，在球场上很帅，我喜欢他做自己的小戴。从运动装到性感时尚辣妆，通通没问题。小戴夹带东京奥运超人气，当起代言人，化身小女孩反差萌一样。形象满分。记者李清王书宏高雄道。